刚刚一样也进来了，就是在这里。关丹的 Elvin， 这个是我的阿姨。阿姨，我听说你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哦，就是关于你的那个肺炎。哦，对。啊，对。咳嗽了一个多月，进医院，今天哦出来了，就是他介绍我吃那个鼠萝卜，吃了三四天，已经可以讲完全好。哇，很好嘞！这样子，之前你是咳嗽了几久哎？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啊，然后最近的是我听到你已经进了医院了。了三天了。嗯。然后现在你是吃了，我是完全没有咳嗽了。哦，可以讲啦，一两声半了啦，就讲之前的是不停啦，早又咳，晚又咳，会影响睡眠。现在可以讲七七八八了咯，就想看你有听到什么了啦，一两声半了。一两声半了，这样子你要这样，现在你吃到这样好的产品，现在你如果比如说你看到那些人还没有吃的，还是有看到咳嗽的人啊，那些有，你会建议他们怎样啊？就讲我自己也吃到这么好啊。介绍一下咯，看他们啊，介绍给身边的人，看他们好像信不信啊？这样子我自己做好了，这是一个好的见证，这样子咯。好，就 ，Hello， 我客串了，因为呢，阿姨刚还没有自我介绍嘞，阿姨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美珍。美珍。大家都叫你美珍吗？对呀。阿姨来自哪里？阿姨，你是来自哪里的？我本身是黎明的。黎明。然后你现在在关丹？我没有，我嫁过去那个靠近北根那边哦，北根。哇，所以阿姨是来这边度假吗？关丹？就想从医院出来来这边对，几天住了一个礼拜多了，可以讲。对，阿姨想访问你，像刚刚他讲的。你肺炎啊的那个，你得到肺炎啊，所以当你在肺炎之前呢，那个过程，比如说，可以讲一下，好像你咳嗽啊是怎样，很辛苦吗？还是怎样？你有去看医生那些吗？那个过程？那时候还没有看医生。一个多月过后才去看哦。那时候很严重，医生讲得很严重，是那个肺已经发炎了。医生讲我不敢担保你好不好？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的那个当下你的心情？没有怎样，因为我想要有鼠萝卜。那个时候你开始吃鼠萝卜？还没有，买了放在家里没有拿下来。那为什么你会想到要吃鼠萝卜呢？因为它有给我们抵抗力嘛。我之前有看过其他的见证后来又听他讲，他孩子的老师由小到大都咳到很严重啊，咳到血都出来，那我相信呢。医生也没有跟你讲会好吗？医生没有讲，他不敢担保，我都不懂你几时好，他讲。这样你有在医院住啦？有住三天咯。有医生来巡咯，这样子。他讲他给要你吃，他给你吃什么？antibiotic？有那有啊，但是他也不敢讲你会好。给你怎样吃？你在吃许多时候你怎样吃？我是早上两包，晚上两包，已经吃了五六天，现在我转为两包。早上你吃了五六天还有课吗？没有什么了啦。之前是从早课到晚。半夜也咳，咳到会出血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因为要咳这样子咯。哇，痛苦哎！这样你不是没有得睡觉？总之咳的时候醒咯，没有咳就睡。这样现在可以，现在就 OK 了啊！哇，很好哎！就是可以睡了。哇，真的是，这样你觉得值得吗？值得啦！我吃第三天就完全看到没有什么了。哇！太紧了。医院有给咳嗽药，问题是那你还有在吃吗？咳嗽药？当然一定要吃喽，他的药给了你，然后你一定要吃完它。吃完它喽，这个鼠萝卜我是早上空腹喝。
嗯，因为普通的开水这样倒来喝、哦嗯。哇，而且哦，跟你们讲哦，我第一次见阿姨的时候哦，可能她修养啊。哦，第一次见阿姨的时候，因为她住靠近海边呢，所以比较暗，脸比较黑。但是阿姨白很多嘞。暂时不用晒嘛，晒加脸少晒嘛，又没有海风哦。嗯，海风就很黑了、啊、哦。哎，真的，所以哦，这边呢、哦嗯，我们真的谢谢阿姨的分享。然后啊、哦，我们的直播也差不多到这里啦。然后谢谢，真的是谢谢阿姨分享。所以啊、哦，认识阿姨的哦，你们一定要来问她，她的许多多次吃到怎样怎样的改善。然后认识 Alvin 的，你们也可以来找她，他们就在关丹。好 ，OK， 我们的直播也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